机枪换弹速度排行榜你知道吗？机枪整体的换弹速度是偏慢的，今天来聊聊机枪换弹速度排行榜。空投神器 MG3 垫底榜首，令人意想不到，第四名 MG3。 MG3 作为空投机枪，有着全自动武器最高的秒伤，989模式下秒伤高达 650.13。 正因为秒伤太过亮眼，肯定要削弱其他属性，官方让 MG3 装不了弹匣，换弹时间长达 8.2 秒，即使是战术换弹也要 7.1 秒，实在是太慢了。第三名 PKM 虽然初始换弹时间也非常长，普通换弹是 8.3 秒，战术换弹是7秒，但是它能装弹匣啊，装了快速或者快过弹匣后，普通换弹只要 5.8 秒，战术换弹只要 4.9 秒，换弹快多了。第二名 M249 和 PKM 是一样的情况，初始换弹时间也很长，为普通换弹 8.2 秒，战术换弹 6.5 秒，但同样装了弹匣后换弹得到了提升，只需要 5.8 秒和 4.6 秒，战术换弹比 PKM 还要快。第一名 DP28 虽然射速垫底、秒伤垫底、弹容量垫底、子弹输速垫底，但是换弹速度是第一。它不能装弹匣，但普通换弹只需要 5.5 秒，战术换弹只需要 4.5 秒，在机枪中是相当快了。